啊，头里不舒服啊，头里不舒服，那个飞碟在旋转，旋转的时候推着我的额头啊，要转过来，告诉我，3月8号12点到12点半啊，准时在我们邮件的地点见面啊，知道了啊，知道。说完一个，飞碟想把我拉回去的啊，感觉又回到让我自己。干完自己的事情这是又是一个又是一个另外一组外星人这次来的各个宇宙的来了很多好，知道了好，再见再见。